中医高级华文单元二，团圆饭。时间真是个贼，而且还是个神偷。今年妈妈头上的白发看起来更多了，眼角也添了新的鱼尾纹。岁月除了偷走青春，还偷走什么呢？年尾的街市上到处都是红色的装饰，送走圣诞老人，过了元旦，农历新年也悄悄地走近了。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碌起来，大扫除，买年货，准备除夕夜的团圆饭。妈妈喜欢大红色，她说红色显得喜庆。以上中学的我却不太喜欢，甚至觉得有点土气，这或许就是成长的定律吧。几天前，妈妈买年货时看起来不是很开心，铁青着脸，像全天下的人都得罪了她似的。回家处理鱼时，妈妈也一直皱着眉，此时的她和墙上新贴的年年有余显得格格不入。鱼是做团圆饭时要用的，现在先处理，冻起来备用。妈妈说鱼要早点买，不然越靠近农历新年越贵。我知道妈妈是因为姐姐的事心里在闹别扭，她的眼睛红红的，不知是因为睡得不够，还是因为在切洋葱。去年年初姐姐结婚嫁到英国去了，上个月试训时她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话说得吞吞吐吐的。爸妈，对不起，看来今年没办法跟你们一起吃团圆饭了。这里假期不好拿，我提前跟你们拜年。好吧。一个嗯，一个好吧，其实也只能这样了。妈妈一定在想，女儿可能以后都不能回来过年了。沉默寡言的爸爸还是那副酷酷的表情。我们会给你们一个大大的电子红包。姐姐和姐夫的承诺中带着几分歉意。这是姐姐第一次不和爸妈一起过新年。除了姐姐，剃了光头正在当兵的哥哥因为出国受训也不能回来吃团圆饭。以前他们在家虽然经常斗嘴，却很热闹。今年两个冤家无法在圆桌上聚头，团圆饭也会冷清不少。几年前我们家的团圆饭已经改为吃火锅，因为妈妈觉得一家人围炉很热闹，而且吃不完的食物也不会浪费。不过除了准备火锅料，他还会煮几道菜，鱼一定会有，海参、香菇和发菜也必不可少。火锅的热气蒸腾起来，围着满满一桌的美味佳肴，我们的团圆饭开始了。我一边帮爸妈夹菜，一边不停地讲着学校里的种种新闻旧事，希望我的叽叽喳喳能够冲淡哥哥姐姐的缺席带来的冷清。突然一阵悦耳的门铃声响起，大家的目光齐齐投向门口，家里的贵宾狗小兽开心地叫了起来，摇着尾巴冲向大门。火锅还在滚着，似乎在期待着全家的大团圆。生词朗读：贼、圣诞、洋葱、结婚、嫁、试训、酷、承诺、替、围炉、香菇、佳肴、叽叽喳喳、悦耳。词语教学，中医高级华文，单元二，团圆饭。贼，解释，偷东西的人。例句：一，昨晚邻居家进了贼，很多值钱的东西被偷走了。二，哥哥见义勇为，帮助店主捉住窃贼。圣诞，解释，基督教徒称耶稣的生日。搭配，庆祝圣诞，圣诞老人，圣诞礼物。例句：一，圣诞节快到了，我们到乌节路欣赏美丽的灯饰。二，客厅的圣诞树为家里增添了圣诞气氛。洋葱，解释，草本植物，可以作为蔬菜食用或用作调味品，味辛辣。例句：一，我最不喜欢切洋葱，每一次都辣得流眼泪。结婚，解释，男女通过合法手续结为夫妻。搭配，结婚典礼，结婚纪念，结婚戒指。例句：一，那对情侣谈了十年恋爱，今年终于要结婚了。嫁，解释，女子结婚。例句：一，姐姐结婚了，嫁给了她在国外念书时认识的男朋友。
视讯、解释、影像、画面、声音所转化成的电波讯息，也说是想搭配视讯电话、视讯会议。例句一，我在国外念书时，每个星期都会和家人视讯，让他们能够通过画面看见我。二，由于越来越多人在家里办公，所以公司采用了视讯会议的方式来开会。酷，解释，洒脱，有个性，特别时尚。例句一，那位电影明星总是戴着墨镜，一副酷酷的表情。二，有些年轻人认为戴墨镜和染头发会让人看起来很酷。承诺，解释，答应照办。搭配，做出承诺，履行承诺，遵守承诺。例句一，既然你已经答应了朋友，就要遵守承诺。二，一个守信用的人一定会履行承诺，不会反悔。T， 解释，用刀具刮去毛发。例句一，哥哥快要服兵役了，他提前把头发剃光。围炉，解释，除夕时一家人围坐在火锅旁吃年夜饭。例句一，很多家庭喜欢在除夕夜围炉吃团圆饭。香菇，解释，一种菌类，菌盖表面褐色，有裂纹，菌柄白色，味道鲜美。例句一，姐姐很喜欢吃菌类食物，所以妈妈煮菜的时候常常加入香菇。佳肴，解释，精美的菜肴。搭配，美味佳肴。例句一，妈妈煮了一桌的美味佳肴，招待远道而来的亲戚朋友。二，他是一位厨师，擅长烹煮美味佳肴。叽叽喳喳，解释，杂乱细碎的声音。例句一，老师还没来，同学们叽叽喳喳的聊天，课室变得非常吵闹。二，他和好朋友在一起时总是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，仿佛有聊不完的话题。悦耳，解释，好听，动听。搭配，清脆悦耳，悦耳动听。例句一，妹妹唱歌很好听，我们一家人都陶醉在她悦耳的歌声中。二，这首歌悦耳动听，我每天都忍不住听很多遍。